豹儿，豹子，站起来！那撒娇还不走，快走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仔啊。咱们一直没有出那个大皮蛋跟灵珠的一号弓，因为他那个后腿是软骨髓，咱们不敢让他大活动。咱们今天把他整出来，跟大家就是见个面啊。豹儿，小豹儿，豹子，小豹儿出来了，小豹儿，小豹儿长得特别好看啊。特别棒，特别像大皮蛋，你看这身材，就是后腿就是有点软骨吗？小豹子，这是大皮蛋的后代。皮蛋，还认不认识你儿子啊？你这个渣男，孩子那么多还认识他吧？你看小豹子，他认得皮蛋，特别好的一条狗，真的是特别像大皮蛋啊，就是后腿就是没有力气，然后咱们就是忙完这段时间肯定会给他好好就是调养一下，然后给他看看大夫，看看能不能就是弄过来，弄过来最好，那样就特别完美了。小豹子多孤独，哎，小豹子好像能跟那个谁，能跟花花玩，是吧？应该是。咱们去把花花整出来啊，因为它是公的，花花是母的，应该一公一母不会打架。现在把花花整出来了啊，然后为什么要拴着花花？就是刚刚它一进来就呜，就是我怕就是它跟那个小豹子打架嘛，是不是豹？你看小豹子多乖，小豹是走一会儿要歇一会儿，走一会儿要歇一会儿。慢慢静养休养，然后把这个饮食给它调养过来，小豹子肯定会好得特别快的啊！我相信小豹子那个实力肯定棒，多么好的一条狗，是不是？豹儿，你看小豹儿对人啊，俯首称臣的，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对人特别好。俺爸真的是看他这样特别心疼。我本来想着就是花花能跟他在一块玩，没想到花花这家出来跟我打架。小豹子给往这儿一坐。歇一会儿，花花在这守着他。没事啊，小豹子，你有伴儿，我还在陪着你。你看，小豹子专注花花，在这儿就是自己玩耍。啊，花，你连雪你也吃啊？那雪凉不凉？雪你也吃，真的是不限量。一会儿吃了拉稀咋办？啊？不像人家往这一坐，哎，自己玩。就你那么强悍，出来见谁不顺眼就想打谁。刚刚啊，要不是我拉着，又呜呜起来了。花花这出来光想着打架，这不行。他太狂了，太傲了，一天生下来就是一股子傲气，不像小豹子特别和气，是不是豹？你看这样看，跟小狮子、小老虎啊，咦，嘿，小豹子玩耍多开心嘛！豹儿，咱们让豹儿再待一会儿啊，再待一会儿，咱们就让他回去，行不行？豹儿，一定要好好的康复啊！你最乖了，听见没？小豹子，
这个头也特别大，特别随皮的啊。是不是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咱过一段咱就好了。咱好了，哎，说怎么玩怎么玩，对吧？想去哪玩去哪玩，咱也学别人，学别的狗，下地跑步打猎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狩猎，让你爹教你技能，多好，是不是棒？哎，小豹子最坚强了，小豹子最好了啊。咱这个腿也特别粗，这个爪子也特别大，是不是爸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咱过一段咱就会好，对不对？小豹子只要能好，哎，比什么都强，比什么都好，是不是爸？没事啊，咱们现在把豹整回去吧，不敢让他再大活动了。你看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。咱们把豹整回去啊，豹，豹子，站起来！你看撒娇还不走，快走，豹，快走，小豹子，还不走了？现在啊，小豹子回去了，小豹子好好休息啊，咱们马上会好起来的，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家，好不好？回去吧，咱一会儿给小豹子整点水喝啊。咱们啊，现在把豹子和花花都整回去了，咱们不敢让豹子在外边活动量太大，因为它活动量大，它肯定会不舒服的，所以早早的就把它整回去，然后给它喝了点水。还有就是小花这个脾气，哪个狗都不能见了，一见就打架，一见就打架，咱们肯定要给它去改掉啊，不能这么傲，人家对它特别友好，它就打人家。啊，花花。该不该说你花？行了行了，不说你了，花。花花真的是啊，咱们肯定把花花这些给他改掉。谁对他友善，谁对他好，他都要去记住。谁对他不好，该打打，往死里打，活该，是不是花？行了，咱们有那个喜欢咱家狗狗的，就请多多关注，多多评论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